欢迎你啊！哎、欸，我点了哎、欸，应该会赢哦。我吐了，我是被搞了啊！只要你不轻言放弃，就还能变得更强。这个很伤哎、欸，还打第一。是我的话，我也会选他来雇佣一名手下。终于有东西可以贴了、欸，我等了100年了。不开玩笑啊！我在想，我要不要搞一颗蛋来打架？搞一颗能好了，交存到现在才能呢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这个烂龙我先扔了。这个可以赚钱，这海盗没用，我不会有鱼，这个可以赚钱。接下来的魔术是，给扩散比较强一点。我觉得你应该，因为蛇万一被秒掉，我没有动到蛇就亏爆了。你怎么人也太少了吧？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想法？觉得一只怪加到底就可以很强？不行。一只怪加到底超烂的。再发点胶来啊！眼睛有用吗？小黄可以扔掉了，眼睛跟蛋可以配合，还行。我的盾会阿古斯而去。接下来的魔术是，我发达了，终于赚钱了。因为蛇的血量，这个是有加到血的，眼睛加一血等于没加，相当于只加一攻，所以蛇的效益比较高。台面上两个客家收了一个鲁鲁斯，我是梦想玩家，梦想型玩家，看到我的手牌了吧？充满了满满的梦想。台面两个客家收了一个那个，收了一个梦想，下一回合就是我发力期，你们都得死。我蛇先动，杀了一堆，哦，也没一堆。这我蛇很强啊！我要发力了啦！你看我现在还不错吧？我前期被压着打，被打到头都烂掉了，现在开始反击了啊！吹响反攻的号角，三合一客家人。所以我得先买客家人嘛，然后升个星。打不入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 peace 一下？不入别杀我，先 peace 一下好吗？这边肯定一定要直接买啊，不能抓，因为抓下一回合就不会合，所以肯定是用买的。差别是要不要升星？你要继续刷牌呢，还是升星？升了吧，升了吧。
好吧，升了吧。我想一下，现在要可以有机会换牌吗？没什么好换的。可以再绑一只，可是这些都好普通哦。红须绑一个吧。我可以输，但是能不能留一滴？但是我又担心把 Blue 打死怎么办？因为两边其实血都太少了，所以我输比较好了。我觉得我应该是我小输，因为我小输比较容易活下来。我小输谁比他多三滴嘛？多两滴，科技多一星，其实多两滴。他故意把麦放在那里让我挂，所以这个团我应该。我应该是不会死，但是希望我不要误伤到自己人就好了。哇塞，有点害怕，有点害怕呢，有点小小的害怕。这个剩两滴，我好像留的太多东西了吧。我的天哪，我是杀人凶手，我484也是有罪的部分。我也不太喜欢那家伙，喏，这是换来的金币。好多客家哦，点不上来了。客家也太多了吧？我技能开不了了。现在有一个转卡的诱惑啦，野兽鱼，感觉是要转的。我应该把卡德加留着了。你还真行啊！打鱼人呢？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鱼人没有办法加，我红须三合一。我的牙齿可真炸！娇娇总不可以换钱呢、啊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还缺一，都贴成这样还缺一，收割机看你收割。不录了吗？来了两只，两次呢，转不了了，因为直接决赛了。直接决赛了，好像不应该点猫的。那收割机可以卖了，然后刷 buff 吧。找战吼了，因为你三倍演化。雇佣一名手下吧。六九，反正先刷，刷干了再看。卡德加又来了，可是来不及了，这一回合就决赛了。可以的话，没有鱼类，有没有客家人啊？一张就好了。嗯，卖掉这个吧，然后给收割机弄个三倍。这是个正确的战术。
敢不敢拿训犬的啊？加超多的，真的会有嘲讽。拿训犬者的代价是会有嘲讽。怪门报告。你办到了，现在啊，你遥遥领先。ONG 他有剧毒，我输了。他有剧毒，我没剧毒哦。而且我这个还会被盾磨掉，所以光牙要死。我怎么打半天还是有点要转卡的感觉啊？可是我来不及卡哎、欸，因为他只给我一回合，我这个卡德加还被我绑着，所以我还卡不了。提起精神，重新很尴尬，我现在其实不太能转哎、欸，因为牌都卡在上面。这个猫先扔掉吧，因为转不了了。蜘蛛非常好。三四个，那不够多啊！我乜都唔惊，除咗老鼠。你办到了，现在啊，你遥遥领先。我自己叠两个啊，所以我必须他要五个光盾我才会能烧，他四个，他盾没多到那个程度，我就不能烧哎、欸。可以，然后因为蛇还在嘛，也就是蛇很容易会打出第二下，别打一赢了 ，nice 啊，刺激，别打一就赢了，就这一波，排序好的太夸张。怕打到一，然后送掉。哇塞，是不是在演我？聊天室是不是在演我？就打到一，然后送掉，然后老鼠在这边全开，完美。我真是吐了，这太离谱了吧！我就觉得他在演，太扯了啦！